好声音学员梁玉莹挑战计算器弹奏不花时子。这晚在，这晚在街上偶遇，两个决定不听。差点逼疯梁玉莹的计算器弹奏，成果怎么样呢？这晚在街中偶遇，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。不听叫唤，跟他归家。深宵的冷风，不准吹去他。他那悠悠眼神，快要对我说话。